第二七题，这也是题主。许多人爱喝的珍珠奶茶，一杯700毫升的半糖珍珠奶，热量就高达550大卡，相当于约两碗饭或25颗方糖。两个月每天喝就会胖 4.3 公斤，若是全糖，热量更多一倍。即使一杯30大卡的乌龙茶，加了粉圆或桂条后，热量更暴增10倍。请回答27到28题。27题是说，小胖利用过滤法分析珍奶的成分，下列的过滤操作方式何者最正确？我们想过了，我们第一个，我们请到液体的时候，要顺着波棒把它留下来，所以图里面的 A 跟 C 呢都是有可能是对的。但是另外还有一个，我们的漏斗井要贴紧烧杯壁，那是要避免滤液溅起，那么只有 A 呢是漏斗井贴紧烧杯壁的。所以呢，第27题问我们说，下列的过滤操作方式何者正正确？我们呢，答案选的是 A。第一个，请到液体要顺着波棒；第二个，漏斗井要贴紧烧杯壁。我们答案选 A。